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今天呢我又来吃刨汤了啊。我们这个哥哥家今天要杀这个年猪了，大家都来帮忙来了啊。这边呢我们的这个烫猪的这个水已经烧开了，看这么大的火，马上就进这个猪圈啊，捉猪了，看还是很冷啊，我出气的话都是很大的烟。准备进圈，把这个猪给它绑住。这猪出来了啊，黑猪，一头黑猪，里面还有一头白的，看它要来闻我来了。嘿，二师兄，嘿，好玩不？嘿，兄弟，呵呵，这一头白的啊，白的二师兄，他耳朵招得很啊，呵呵，准备把他的脚给他捆住了啊。我给他关着，这些猪舍真当又紧哦。哎呀，大哥，上啊，拿出你淘牛的本事。没得锅锅包子。哎呦，这个圈里头的混太多了，你看丢到地上把它踩过去拉。你也对。关了，当慢慢的删，哎，删到了。你黄来咋子嘛？哦，对，这套。哎，把那个也删了。我操！你把它拱进去了。来，进来！拿把这个拖出去！来，进来！先把背的这个整了。这个代表他跳进去。他跟栓子叫啊！我呀！好了，把我栓子。哎呀，手头多黑了！哎呦，那你栓子，高绑高一点。重新绑，来一头绑，重新另外一头绑。要把正脚，把他正脚给正脚的。拿来快！人家不好耍，咱们绝对。老大，你那好耍不？你们站着，你们站着，咱们干起的。他放在黑猪要精进些，不像白猪这样乱抓的，黑猪要精进。他雷到了，嘴巴在扎球，还是等他雷一下。别说好，
终于起来了，终于起来了。来来来来来啊，来来来，等会慢慢的飙飙飙，你们飙。花了要的劲儿哦！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！扶到，扶到，扶到噻！那个被他晃了，晃了，晃了，那个晃了，没得子了！来，抱着，抱着，抱着！让他跑累了，他就没劲了。那就是个老头。哇，这个就是个最好的猪。来一个，一个，来一个，一个，来一个，一个，来一个，加过来。去吧。哦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巴适得很。绷绷嘴巴的。绷嘴巴的。昨天这个我就是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大了。我们这里的主要是年轻人太少了，全部是老年人了。不行，他吃。哦，喂，把他摔在这上面，又去又去弄第二个。别猪是要听话去。这个乖得很。哦，快点，快点！军大哥，军大哥，快点起来！哦，你的脚。